是你深深坐人的音乐哦，对啊，我就打电话给陈琳嘛，我就说，2月24号可不可以来 Legacy 看我演唱会这样子？那我说没关系，如果是有工作的话，就工作为重这样。哦，对啊，因为我2月24号在红磡。哦哦，好，好啊，好啊，拜拜啦。角头二一定要看一下，因为毕竟我也是角头的一份子。对，拍的比第一集还要更好，然后更完整。对。嫉妒第三集就有机会复活了。大美人，我拉着你来走。